来不及了！一辆车都没有，我会这么倒霉吧？哎呀，老天！老天，给我一辆车！给我一辆车！ 不一样，你还真是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？没头没脑的，说什么呢？根据我刚才的观察，你跟一般正常人还真是不一样。哎，你有见过人用嘴打的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要走赶紧走，别耽误路。妨碍我打车。说吧，去哪呢？飞机场。哟。 你想跟我出差也不用这么迫不及待吧？现在就去机场。你想什么呢？我去接我妈。老孔雀开屏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老孔雀开屏，自作多情，够清楚够明白吧？哦，<笑>既然都自作多情了，那我也不怕再多一点了。上车吧。什么意思？原来会被歇后语的，脑子也不一定好使啊。我说上车，载你一程。算了。 感激涕零的话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希望秦岭老人家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好吗？这里是机场的停车场，又不你家，你管得着吗？总而言之，你都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如果你再跟着我，就说明你对我意图不轨。 接人接的不是你，妈知道，你俩一块儿来接妈的，是不？什么呀，陆总，你赶紧跟我妈解释啊！解释什么呀？阿姨，没错，我俩就是一起来接您的。你看我说啥来的啊？你说这丫头，你说林这孩子哈，别看平时的时候遇到事儿以后他不吱声，可是到大事的时候，那指定给他妈
一大惊喜。快走，咱回家了，妈姨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站着干什么呀？带上行李。阿姨，我们走。走走嘛，溜达，快回家。阿姨，你回家。阿姨，看你真现实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吃小的事儿都能成，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，打开了家门，我迎女婿。星星盼月亮，好容易盼你带回一帅哥来，你看人家那两只眼睛长的啊，你看那小嘴儿，你看那小胡子多性感呐、哎呀，鼻子多迷人呐、我跟你说，你看人家长得比那电视剧里的那明星都帅都漂亮，你说人家咋长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，人都长成这样了，你还露啥面子呀，还不快点热情啊，主动啊，啊你傻呀，你像个木头桩子似的杵到我这儿跟前干嘛呀，你不认识你妈呀，人家可是第一次到咱们这新家来，你别冷落了人家，好好招待人家，听见没？你这孩子，去跟一块睡着睡过去。去呀，孩子拿着拿着，我跟你说，快点滚犊子，我这儿不用你陪，我看你闹心，我去。吃水果呢？吃。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，赶紧吃吧。哎，你说我真长这么好看吗？陆星诺，你是故意的吧你？你今天一见到我就想好要耍我是吗？听实话，说说看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真没想到什么理由让你相信我，我脑子正转着呢，结果你就帮我想了一个。我看你那么想我陪你进去，那我就顺水推舟啊，接着你的话说了说。你还真会倒打一耙，感情你到我们家来是我设计好的。这就得问你了，哎，想想我还挺冤枉的。我去！哎，你是真生气呢，还是心里高兴着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我妈在家，要不然我早爆炸把你蹦出去。哎，你是不是从来没带过我这么帅的男人回家，瞧把你妈给乐的。李娘啊，来，上厨房来。帮妈烤饼去。不，妈，我陪她聊会儿天儿。你看，当人心有的面儿，你得展示展示你贤惠的一面，是吧？心诺呀，你别看我们林哈平时是大大咧咧的，可是心可细了，又温柔又善良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就是个好心眼儿啊。你说谁要是娶了她呀，我跟你说那绝对是享老享老的福了，真的。
阿姨说的是真的啊啊。